哇塞，这也太感人了吧！一名孕妇为救她的未婚夫，居然扛着大肚子街上乞讨。什么？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个男人也太幸福了吧！真的，阿栋，这是哪里的新闻啊？是新州的吗？海口市的，这要是在咱们荆州市，那我不早扛着机子去采访新闻了吗？这多好的新闻啊！哎，给我看一下。好一朵，原来他在海口啊！你认识他？谢谢你啊，你真的帮了大忙了。来，怎么走啊？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一朵，还有星辰，现在在海口。消息可靠吗？应该不会有错。哎，需不需要我给当地的警方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？哎，先别打吧。一朵怀着孩子，恐怕受不了惊吓。要不让我们先去找他们吧？也行，那我现在就过去吧。走。姑娘，先吃点饭吧。你天天这样也不好啊，对孩子也不好，太让人心疼了。一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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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起来，起来。一朵，跟我们回去吧，走吧。我不要，你们千万不要报警啊！新城哥他每天都在昏迷的状态，他经不起这么折腾的。我们没有报警，可是新城必须要马上治疗。你知道，郝叔和我们多担心你们吗？对呀，一朵。现在星辰要得到最好的治疗，才是最关键的。而且，你和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得到好的照顾啊。你们两个躲在这里吃不饱穿不暖，让大家多担心呢。跟我回去吧。对，走吧。那你们千万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。放心吧，啊。走吧。一朵，我刚才已经和公安局通过电话了，他们对于星辰的投案自首表示非常的高兴，而且答应了一定会从宽处理的。所以啊，以后我们到了荆州以后，先把星辰送到医院。一朵，你别太担心，虽然现在星辰要处于公安监控之下，不过。首先要解决的是救治问题啊，要等他身体恢复之后，才会讨论关于案件的问题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他会不会坐牢？就要看案子如何定性了。不过，现在我在帮助他自首。如果他之后肯积极配合公安机关，积极悔罪的话，相信一定会从快处理的。现在呢，你最应该关心的是你自己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其他的就不用多想了。爹，星辰醒了。星辰，星辰，醒了。
有件事，哥必须要告诉你，你大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瘤。不过你别着急，先把病治好再说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在，我们一起去面对。 医生都说了，你的脑瘤压迫到脑神经，所以你的行为会越来越极端。哥知道的，别往心里去。对不起，哥。哥，一朵呢？一朵去哪儿了？他是不是不要我了呀？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在你身体最差的时候。 他都在你身边守着你，照顾你。他为了给你买药，他挺着个大肚子，跪在街边，乞讨。嗯，他人呢？他人呢？在呢，在呢。一桐，星辰哥，你醒了。 一桐，你没走，你真的没走，太好了。对不起啊，是我欠你的太多了，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不要怪我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说什么呀？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 你真好，子彤，你也在。我刚才和星河还在找医院的外国专家讨论你的手术方案呢。谢谢你，对不起啊，我伤害了你和你爸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翻篇了，翻篇了啊。 我想跟你们说声对不起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真的好伤心，好难过。
现在醒来，看到你们都在，我意识到我一直拥有很多宝贵的东西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珍惜过。为了我所谓的成功，我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想想过去，就像一场噩梦。现在好了，我该醒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会一起配合公安的调查，救赎我自己犯下的罪。说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你们再也不能离开我了，好吗？